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科员，叫仁成。Are you listening？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各位来这边，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实验。那在做实验开始之前，我想要请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，想请问大家如何察觉你们家里面已经产生一氧化碳？然后如果已经发生一氧化碳，请问各位应该怎么办？如果我闻到一氧化碳的味道，我应该会马上的离开现场。Are you listening？ 我的话应该会装个烟雾探测器，然后或者是喷雾之类的。Have you ever felt？ Are you listening？ 刚会觉得不舒服，看着不舒服之类的。Have you ever felt？ Are you listening？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实验，看看热水器装在浴室模拟洗澡时可能会有什么状况。提醒你，实验具具有危险性。请勿在家自行操作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间浴室现在放了一台热水器，我们将热水打开，经过一段时间，我们看看浴室里面的一氧化碳数值会是多少。我们可以看到消防人员手上的警报器已经响起，表示室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已经超标。由于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的，所以建议室内可以加装一氧化碳警报器，或者是更换强制排气式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等等。春节期间天气寒冷，请各位也要注意室内通风哦。新北消防方面祝大家祝福满满，吉祥如意，恭喜恭喜。